十点躺在床上。我说十点会不会太早？强迫你十点去睡。对，我说可是我还要刷牙。他说9:50刷牙，10:00躺好。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想要11:00睡。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不对，你不能说为什么，你要说不行，你要10:00睡。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健康？保湿就是让你皮肤看起来年轻的关键。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再测试一遍这个保水度。48，哇！你看他已经就很快速就成长这么多了，封顶了，而且你看他的脸好亮哦，真的好亮哦，吓死我了！原来你刚才是很暗沉呢，他真的是属于暗沉的啦，我是说真的，就是都没睡觉啊，真的假的？对，就是照顾小孩，你看又开始聊起来了，对，这是我的问题，对，你们很爱不小心的关心人家，这个延伸话题，但是我就是真的想要关心他，吵架最近。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突然很在乎他自己的健康。你说老几？老三。哎呦！然后呢？他怎么呛你？他就说：“好吗？”因为我们就放了那个3C，就是眼睛伤眼睛的那个照片，然后小孩就失明，他就很害怕，他就会说：“我要开始吃那个叶黄素。”对，然后他就吃，然后我就说：“你就每天吃一颗。”嗯。然后他就吃了之后，他就说：“你要提醒我。”我说：“你就自己记得你就好。”你就他就说：“你就是要提醒我。”然后这个就算了，他现在开始变得偏执到什么程度？他要我跟他睡之外，他说10:00躺在床上。我说10:00会不会太早？强迫你10:00去睡？对，我说可是我还要刷牙。他说9:50刷牙，10:00躺好。哇，然后我就说你完全被控制了。对，然后他还会有更变态的招式哦。就比如说我10:00那天就是乖躺好之后，隔天早上起床，他就突然说：“妈妈，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想要11:00睡。”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不对。”你不能说为什么，你要说不行，你要10:00睡，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健康？你中了他的圈套。对，哇，我还想说你们在好聪明。对，然后我说你干嘛这样子啊？他说我在测试你，看你有没有真的关心我的健康。没有，他在测试你有没有老年痴呆症。我本来很生气，可是我把它转念成说他就是训练我的脑力跟训练我的那个平静的程度。真的。对。所以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你就是不要想这么多 ，take easy， 想好再跟我说。我没有要 ending 哦。如果定到我真的马上叫你立冬哥。哇哟！为了这个，哇，现场call啊！而且我会跟 B2 争取把它换掉，因为我真的订不到。去官网订啊！立冬了，去官网。因为以前有主持过美食节目嘛，然后因为我们的美食节目要去各种餐厅，对，比如说很订不到了啦，或新开的，然后我们也会去住各大饭店，所以说我会抢先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些亲朋好友或者是好朋友，他们就会每就是半夜，尤其是那种半夜会就接到他们电话，或者说哎、欸，我看到那个帮我订，帮我订，我会变成帮订王，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一定订得到吗？基本上10次有9次是真的假的，都搞得定是 OK 的。完蛋了，你以后一定要打给你，以后你电话我知道一下。你知道现在台北有一家最难订的那个炸物。叫牡丹园还是牡丹？牡丹嘛，就是吃炸的嘛，那鱼会站起来，有没有？你第二道对不对 ？OK， 你讲就走，马上打电话拿，现在马上订，现在马上订，明天5位，太酷了，明天2位，你现在忙打，有没有谁？我先处理，等一下处理一下，等一下处理看看。现在就打，现在 right now。不行啊，我还是要问啊，我要问那个朋友，他是对啊。没有，你就是现在 right now， 你如果订到，我真的马上叫你立冬哥。哇哟，为了这个。现场call啊！而且我会跟 B2 争取把它换掉。没有意义，因为一个炸物，然后就被炸掉。因为我真的订不到，我真的订不到哎，连你哎，不可能。而且连我报上名，他都说：“哎姐，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满了。”哇哦！所以你今天张立冬，你订得到，我真的。你就是立冬哥啊，真的。你赶快拿出电话来。好好，我先打电话去这间餐厅。好，你先查一下电话哈。扩音，好，我查一下。扩音了，来，扩音。哎呦，他。官网。去官网订啊！立冬了，去官网了。你有没有听过 RAW？ 有。RAW。你订得到吗？那很难哦，那个要那个主厨。那你凭什么上我们节目？江正成啊，对啊，对啊。你凭什么上我们节目？如果订不到的话。我要滚！你是套交情总招啊！他刚刚讲团购，对不对？团购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我没有要跟你，你先忙够了，你忙够了，马上弱定明天2位。
我想办法嘛。你现在打快一点，你先让我想办法。你赶快。现在都订得到，哎，这好伤人哦。哈？谁订得到 ？B two B two 订到肉 ，B two 哥订得到。你现在忙起来。你要订得到，不然他会把你换掉哦。他会把你换掉。我换成家人酒，我跟你讲。快点打，如果我们给他明天两位。哎，我好想要去吃哦。他认识江泽成的公关？对，你认识吗？我不知道他有公关。不好意思，甚至连这都不知道。麻烦请出去，谢谢你来上来录。啊，我要拔麻呀！对，麦克风一下，麦克风拆掉，就六只而已，离谱了，这是什么节目啊？谢谢。等一下，每一题我都会装好人，就适时的跳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差不多了。今天活动我们不关，我们只聊公益，我们只聊公益。然后他们就说：“那老公真的有打你吗？”我就。没有，就是明星都一定要是当好人，然后就是很想要回答问题，然后都是要靠经纪人出来这样。不能说了，明星就是直接卡掉，而且当天影片也没有给他。对啊，因为我每次办记者会，我就想说，哇，天哪，又有一大堆什么家暴鬼东西啊，什么事件，就是大家一定会乱问一通的。然后我就会跟经纪人就沙盘推演，说我等一下每一题我都会装好人，就是说，哦，关于这个事件啊，我想说的是，然后我说你们事实就跳出来。然后我就说，关于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我跟我老公非常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他们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差不多了。这件活动我们不关，我们只聊公益，我们只聊公益。然后他们就说，那老公真的有打你吗？我就没有，但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想，就是有些记者就是死，对他死不放弃耶，就是一直会猛问猛问。哎，可是我有遇过经纪人出来挡，然后艺人反而说 Why not？就是你说老外吗？对啊，就布莱德比特人真的超好哎，所以你是问了什么，然后被经纪人？也不是，我只是我访完之后我就说，哎，不好意思，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然后经纪人就说 no， 然后他说 no autograph， 那个就是不能签名，不能合照，然后就跳出来挡这样。然后他那布莱德比特自己很生气说 why not， 然后说 come on， 然后就还拿我的手机拍。所以你手机里面你跟 Brad Pitt 合照？有，还有他签名。现在还在吗？在你手机里面有哎，借我看。看一个，看一个。好，是几年前呐？你确定不是去蜡像馆？没有，不是富人吗？因为有些好莱坞明星出来之后，发现长得很像蜡像，觉得假假的，好像 size 有点小。找到了，找到了，对，那是下面他签名。Brad Pitt， 这拍到吗？哇，而且这张就是他跳出来骂他经纪人，说为什么不行 ？Why not？ 那个， wow， 那他是用那个是直接签在你的那个照片上面了、啊。对，其实因为酷啊，因为我绑过他两次，所以是第二次绑他的时候再给他签名。哎，那是很漂亮哎。所以现在不漂亮。我觉得他现在更漂亮，好不好？他现在更漂亮，好不好？哎，你们自己看一下啦，这可是当过主播的人。机会吧，没有，因为人都一直在点头啊。我有跟那个亚洲级的巨星有。哎，你真的很厉害哎。哇，谢谢。你刚才有说什么吗？亚洲跟亚洲，还有机会跟亚洲级的亚洲巨星，亚洲巨星就在这里了。对，对啊，对，今天可以再解个成就。解个成就。不行了，一号拿给我们走，放个屁呀！半死，整集用站的，要转去哪里？要转去哪里？什么都告诉别人的人，但是我有一点口无遮拦，所以我反而就是很容易会说出不该讲的事情的那种人。嗯，就是像曾经有那种朋友，他们就是以前做小模特的时候，他们有去做胸部，嗯，然后为了就是穿那种秀服好看，嗯，然后我讲说哇，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很支持他，如果做这件事情会给他很大的勇气的话，我绝对支持你，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是不可以讲的事。对，然后他就做完之后很漂亮，结果我们就一起去参加一场活动，然后大家在换后台换衣服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这样都做好漂亮哦，真的很真心跟他说，大概就是这个音量，很真心的在后台所有人都在地方说，好羡慕你已经做好了，这样都不用再挤了。天哪，这就是女人的心机，心机非常假装大辣辣，对，假装是傻妹糊涂。Oh my god！
你更可怕、啊。没有，无形的更可怕。Don't tell me， 你包包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包包里好像都是这种无聊的东西。那我还有一个，你不要再给我惊讶哦。先让我检查，是什么？这是玩的吗？它不是普通的洋芋片，整人的。你打开要小心。我不敢。你小心，你慢慢开就好。你慢慢开，然后你转的时候，你盖子开盖子的这种，会不会电我？不会电，也不会痛。你到底这么怕这个干嘛？我们俩一起。我只能说它不是洋芋片，你这只要拿稳哦，啊，这只往上转，然后你就要直直打开哦，这样。啊！冰块水。好辣！我的妈！哇！你又获得了我们奖金了。因为累了，我们在那嗨什么？还有累的半死，整机用站的。等一下，为什么？要转机。转一圈，他现在吗？好像有点好看呢，有点精彩，很像国歌，有点感觉，有点感觉的屁啦！拍手！菜是谁煮的？菜是他煮的，然后玩也是他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洗过，但他嫌我洗的不够干净，还会拿出来重新洗一遍。我有洗完肉，碗盘还是油的，那算什么洗？就他什么都很慢啊！我们两个人吃饭，他洗我们两个人的碗盘就可以半个小时。然后他为什么不是你洗？对啊，因为对啊，为什么呢？请问是谁？因为菜是谁煮的？因为菜是谁煮的？你先讲，也是菜是他煮的，然后碗也是他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洗过，但他嫌我洗的不够干净，还会拿出来重新洗一遍。我有洗完肉，碗盘还是油的，那算什么洗？我有好，你可以听我讲话吗？他还没有到那个不能反驳阶段，你让他先讲。已经有，你已经被惹怒了，已经惹怒了，已经要煮菜，然后还是不是洗碗还是嫌慢？什么啊？你现在就怒了，那你整集听完你会爆哦，爆掉。然后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停到一个药房门口，然后就要去买两罐我们平常都在喝的奶粉，不是叫挑两罐，而是直接买两罐奶粉。他一样，小姐走进去之后，就是还半个钟头之后才出来。他出来之后真的只有两罐奶粉吗？还会附带一些其他？就只有两罐奶粉？没有，当然不是。你看你连我买了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要嫌我进去那么久？你可能还关心我？你可能还帮他买了钙或者是补脑的问题？对，我们现在疫情期间难得出门一趟，我要补很多家里要用的东西，什么干洗手啊，对，就在为大家着想哎，你嫌我慢？我告诉你，女人在家绝对不会一次只做一件家事。好比说我想要走过去洗个碗，可是。所以我看到地上有头发屑或什么，我就会去捡起来。就说你沿路看到好勤劳哦，你就会很下意识的去把想要把地上整理好，什么东西弄好，一次弄好。对，他嫌我洗澡洗得慢，因为我进去了，我才要刷一下。洗澡洗得慢，他连你洗澡要管哦。我已经是洗最快的太太了，我告诉你，我几乎都在洗战斗澡。你们又不是当兵，为什么洗澡快啊？以前没有宝宝的时候都没有关系，现在有宝宝之后，我们就会追求速度快一点。No No No， 那是因为有宝宝之后，你是有记他的那个吗？我偷偷记过一次。然后呢？他真的花了30分钟。那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洗澡就洗澡，你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刷一下浴缸啊？对呀、啊。而且还有清那个毛那个什么对呀、啊、头发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这是不是像你们大男人就会做？而且洗手台有时候会有那个粘牙膏粘粘，对，刷一刷。你看到有脏的地方，你就会想要整一下。还有水龙头会有雾雾的，你就要在那边擦。对，而且他好笑，你知道这个机器他很好笑。有时候我们地上不是地上会积水吗？对啊，他都觉得那个水会自己干。我有时候在那里擦地板用毛巾擦，他就会说，他有时候正好走进来飘进来就说。你干嘛擦地板？难怪你都进来这么久，地板有什么好擦的？它自己就会干了。不会，都是我们在擦。你自己会干，大家批评你。洗太久了才会积水啊。
我以后不会再吹。我没有想到舆论的力量真的这么可怕。不是舆论，是因为你没有想过他是在为这个家奉献。对，我哦是，奉献，对对对。现在迪斯姐自己已经认错。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